Hello，Hello，hello, 我们直播开始喽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我是你们的今天的主播。是从去年过年十月份开始备货，备到过年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疫情就突然来的嘛，就是谁都没想到的。其实我们备货的量的时候，我们长久备下来都有就500万以上吧，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备的。那突然一下到过完年过后这个疫情的话，我们的货就放仓库，我也很着急，那第二年怎么卖呢？大家现在已经快要快，今天好早。这个检测报告呢，就是更好的帮我们打入国内市场啊，就是进入商场啊、超市啊，还有是连锁店。同时呢，这个检测报告也是在国际上互认的。哪怕就是以后外贸会慢慢好起来的话，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标准呢，有国内这个标准的话，新国标这个标准的话，那么老外他也慢慢的认可。三月份开始，一直截止到上个月五月底，那么我们主要的出货可能基本上都是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，比如说像伊拉克、阿联酋，这个包括我们的那个北非的一些利比亚这些国家。